Hello， 各位早晨，嚟到台湾之旅的第二日，我哋今日咧嘅行程咧就比较特别啲啦，跟团去呢一个野柳地质公园同埋呢个九分十分嘅。今次咧就系上 trip.com 咧就订团啦，咁我哋两位咧 total 就系500几蚊港币嘅。咁佢嘅装团好处就系咩咧？其实去九分十分睇落就好似好近啦，但系其实咧如果你自己搭车去咧都几远嘅。咁所以我哋谂住跟团咧，就佢会帮我安排晒交通啊嗰啲嘅。咁啊当然嘢食嗰啲自费啦，咁但系就即算是很方便的一個方式咯。我們今早就大概8:30左右就要去到台北東三門的車站，就是 Family Mart 外面那個集合的，點完名之後就上這個旅遊巴的了。我覺得這個旅遊巴都挺舒服的，即它的空間都很大，而且也夠乾淨的。我覺得車程它說每個景點去都要整個鐘，所以它說大家一定要準時，千萬不要遲到或者走得太遠，因為它說台灣這裡如果你導致個司機超時的話，它們要罰錢，咁就唔係太好啦，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呢樣嘢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去到嗰邊咧，同大家介紹啦，轉頭見。经过大概45分钟的车程之后咧，而家第一站咧就嚟到呢个野柳地质公园啦。导游咧佢就叫我哋咧企喺呢度等啦，佢就而家去买紧呢个团体飞先嘅。咁我大概观光时间应该一个钟到就完噶啦，因为佢话我哋都要赶行程咁样啦。咁我而家都好期待啊，进入去带大家睇下啦。呢一个咧系野柳地质公园嘅官方地图。咁导游提醒我哋咧就唔使参观第一区，咁因为咧嗰度系人造景点，直接略过就得噶啦。导游就建议我们直接入第二区，先排队同女王头打卡，然后慢慢再看其他景点。而导游都有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去第三区，因为那里实在太远了，如果过了去一定不可以准时回程。那大家去一日游就记得留意翻啦。咁而家喺我左手边咧，就系野柳地质公园其中一个最出名的景点，就系呢一个女王头啦。咁佢形成嘅过程咧，主要系因为关于一个风化侵蚀。呢个角度睇咧，可能唔系好似嘅。但系如果头先去翻桥嗰个位咧，我哋影啲相咧，俾翻大家睇，侧边咧就好似女王嘅面啦，然后后边咧啡色嗰啲岩石咧，就系嗰个头发嗰个位置咯。呢一个女王头咧，经过即系地震啦，同埋长年累月一个嘅风化侵蚀嘅影响之下咧，其实佢条颈咧已经越嚟越幼噶啦。5年内咧，又可能會消失噶啦。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咧，要把握時間咧，就快啲過嚟呢一個野柳地質公園睇呢個女王頭啦。咁都係一個非常值得嚟打卡嘅景點嚟嘅。野柳地質公園最主要可以欣賞到蜂窩岩、信狀岩，前者咧係因為風化侵蝕而形成大大細細嘅坑洞，後者咧係經過三個階段而形成，主要係由海水造成嘅節理侵蝕、差異侵蝕嘅砂岩層，以及板块挤压作用、风雨石等等。咁我哋咧而家已经咧嚟到呢一个九份嘅九号停车场啦。今日因为系台湾嘅年假开始，而家系劲多人啦。政府规定，就算大嘅旅游巴，你要再转一程嘅接驳车咧，你先可以入翻去九份老街嗰边。咁所以而家我哋就喺度即上面呢度等咯，咁睇下等佢嘅指示咯。我哋咧啱啱已經嚟到呢一個九份老街啦，咁我哋啱啱咧就買咗呢個魷魚嚟嘅燒魷魚，就係而家身後邊呢一間啦，試下咯。好吸引，可以試下，好啊！啱啱整起，好新鮮咯。我覺得都算脆，同埋都算新鮮咯，即係佢魷魚味都有嘅，唔使等好耐。我諗頭先等咗幾分鐘已經攞得到咯。店員會喺魷魚正反兩面搽上燒汁，確保咧唔會燒得太乾身。加上芝麻，煮熟咗之后咧，就会剪开鱿鱼，确保所有位置咧都可以烧熟嘅。咁呢一份咧就系160蚊台币嘅，即系港纸大概40蚊左右咯。咁都价钱都尚算可接受，都 OK 嘅。咁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试下鱿鱼咧，都可以试下嘅。
你啱啱咧已經食完頭先嗰間魚丸八仔啦，咁嗰間咧真係 OK， 我覺得幾好食嘅。幾大壓？幾大壓？因為佢啲魚咧逐粒逐粒人手咁樣截出嚟啦，然後就擺喺個凍水度過冷河啦，然後咧先再攞去烚嘅。咁所以我覺得係幾香幾好味咯，同埋佢真係好彈牙咯，個湯底都好正，同埋佢價錢咧都算好平咯，一碗都係35蚊咯。就算你外賣都有一樣價錢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暖下肚暖下身咧，咁其實呢一間魚丸八仔都係個幾好。事实上呢，整个九份老街都有好多嘢可以食，而且都有各式各样的小店可以购物的。例如这一间专卖各式各样的小装饰、实用小物、毛巾、帽之类，例如这个木制的手机架啦，配上地道台湾的景色，真的很得意的。每次旅行必买的明信片，我个人就最喜欢这些图案款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写明信片的呢？还有超级可爱的锁匙包、饮品杯套等等。然后呢就而家坐低嚟呢一间食芋圆豆腐花，咁我哋咧就嗌咗两个嘅，一个咧就系综合口味，即系咩都有嘅。另外佢嗌嗰个咧就系珍珠芋圆豆腐花，佢两个都嗌冻嘅。本身我以为冻嘅豆腐花咧系指嗰啲豆腐花即系冻嗰只啦，见到系佢 on top 摆啲冰上去咯。好，咁我而家试下先。哇，好大粒嗰种芋圆。OK 喎，都是好吃，即正常味道。一碗咧就係60蚊台幣，咁兩碗就係120蚊。咁我覺得都算價錢都 OK 啦，可接受，因為佢都幾好吃，個糖水都 OK 嘅。咁而家咧已經嚟到呢一個放天燈嘅鋪頭啦，芋圓加天燈，咁有幾個 package， 咁八個顏色就係350蚊台幣。咁而家咧就開始寫我哋嘅願望喺呢個上面啦。紅色咧就係講健康，咁我寫健康、身體健康上去啦。咁我已經寫低咗身體健康落去啦，而家就交俾佢寫啦。咁店员咧会为我哋录影啦，咁佢嘅拍摄手法咧都几好嘅，为我哋嘅放天灯之旅画上一个圆满嘅句号。今次咧都有机会见到十份火车，咁喺面前经过真系好特别噶。啱啱咧已經放完呢個天燈啦，咁都係幾好玩嘅。等佢幫你點燈之後影曬相啦，就放上天度。咁其實嗰個過程好快啫，可能你放上去第幾秒咧，就個天燈已經飛走咗，已經唔見咗噶啦。不過咧，今日真係超級多人，冇乜位可以影相啊，或者係俾你停留低落嚟嘅狀態咯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嚟到今日行程最後一個嘅景點啦，就係呢個鳳梨酥啦。佢已經預備咗啲材料俾我哋啦，就係呢一個皮啦、鳳梨嘅餡嘅，攞起呢一個先啦，猜下，等佢熱下身先。我覺得個手套咧好黐住，所以有少少影響我發揮。咁咧其實猜一陣就 OK 噶啦，然後咧就將佢壓翻皮。咁佢又盡量咧就壓到大。佢如果你唔整大啲嘅時候，你粒嘢太大粒咧，你就包唔到。就大概咁樣啦。然後咧就將呢一個擺落去。我都係覺得太細添，等等，唔得啦，已經算啦。而家唯有拉上補下咧，攞翻多少少下。咁咧大概就係咁樣嘅形狀啦。然後咧就將佢擺落去嗰個模度。喂，咁咧佢就話揾隻手指咧撳翻實佢。得噶啦。咁咧就完成噶啦，等佢入爐焗咧，咁啊轉頭睇下個成品係點樣樣啦。焗好之后就会入盒，方便我哋攞翻酒店嘅。咁佢焗得啱啱好系金黄色啦，而且佢呢个凤梨馅咧都唔会太甜，我觉得咧都几好味嘅。而手信坊咧都有出售唔同嘅产品，价钱咧唔算好贵，亦都有好多款式。
例如这个芒果布甸，芒果味很浓，都很好吃的。还有各款的凤梨酥，买回去做手信或者自己吃都很正的。还有各款口味的雪花酥，价钱不贵，都很值得一试的。咁我哋今日呢一个野柳地质公园啦，九分十分放天灯嘅一日游咧，就嚟到呢度啦，终于完结啦，而家已经系六点半咯，咁啊差唔多九点开始到而家都成九个钟啦，都开始有啲攰啦咁样。最后呢度嚟到做个 ending 啦，咁我最后喺呢一个位咧，真系失心疯啊，买到黐咗线，真系好多嘢买，真系买晒手信啦，我哋去买咗两大袋咯。我哋今日呢个 day two 嘅一日游咧，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，咁我哋下条片见，拜拜。